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夏。暑假开始了，这些小美女们都按耐不住了。今天是一位13岁的小美女，然后第一次尝试贴甲片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冰透罗夫，先薄薄的打了一遍底，这个颜色特别的粉嫩，而且不显手黑，元气满满的少女心呢。然后两遍啊，打好底以后就是这种效果的，特别的好看。然后咱们来给它用七彩铂金呢，在小拇指还有食指、中指，给它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渐变，就随意的去撩拨几下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咱们涂好以后照灯，这个七彩闪银特别的亮，它跟香槟是一个系列的，然后只不过这是闪银啊，你看它这七彩光太闪了。然后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啊，两瓶的话，香槟跟闪银两瓶的话呢是有优惠的，你们可以点进去看看，全国包邮的。然后咱们无名指用酸奶黄，还有这个马卡龙色系的一个02号紫色，还有这个白色，画了小爱心。然后大拇指直接上了彩色封层，照完灯以后用拉丝胶随意做造型，然后照灯再在拉丝胶上用大力胶粘了一些小珍珠，这个珍珠呢是那种真珍珠，就是磨它也不会磨掉皮的，所以最后呢我没有给珍珠去包边，学会了吗？最后记得全部上加固封层哦，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一个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